是女人，痴心等待，就惊选卦的烦恼爷，快倒来厝内甲你团圆。无想说，最后也阁是解脱，也缺失关不全。这究竟是阴差阳错，也是命运的安排呢？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《美丽姻缘》第四集《缘分》。讲古今故事是天地传奇，各位乡亲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仔日哦，咱元哥接落来讲这个《美丽姻缘》最后一集《缘分》。反正是这个小妾是我秀月飞中，不孤单，外表是这个真水，是一个大美女啊，内心哦啊真巧，真有主意，啊非常的有智慧，等于托花轿跟到屠宰主管不转的出来拜天队入洞房。伊即阵头壳哦是看得到乌棍的，外面的一切哦，伊都计无看见。但是鼻孔呢，鼻着呢一尊一尊的哦超香味啊！这个小妾北里哦开始怀疑了，诶、欸、啊，我们给这个个个人一标洞洞，就那有一个种味啊！啊，这个呢斯斯文文、抓干标地的读书人，就啊那就滴着这种。大家都感觉真讨厌种暗节啊！你甲乌棍节踏起来，看起面头前，嗨，这个亲像妖精鬼怪，这个管不转哦，唔免解释，伊也巧，一切都明白了。知影是这条是凡间是这个大魔啊创的，所以啊，伊眉目一转啊，目睭往这边的，马上有主意。一睡用这个蛤蟆尾连连屁屁屁屁去三下，将这个头部屠宰主管不准了，瞬间跌落去，叫伊就乖乖听伊的嘴，管不准啊，十分的紧惊，一来惊搁踹着将个水母了，因为伊踹着头一个水母哦，托伊迄个吸死啊，哇哇去惊死，所以伊唔敢搁踹水母。怕这个水母有危险啊，唔敢轻举妄动，看到这个发恶哟，所以就安尼静静哦，安尼卡在嗲听这个小妾这个峨眉人哦训话，都亲像我太监伫咧听皇帝哦诶圣旨上款。这个峨眉人叫管不转，发到一点像我单文独好诶出题来推卡。各着各间安排三五个初妾、老婆、查某间台侧应。另外，叫管不转去这个范进士府等去探听消息，看范进士上京去选官，我到来未？管不转各项都照办。一日，看见这个范进士啊，选中监察御史，已经返乡。要来搬请加官一撮哦，去赴任，官不转走啊，无啊，急得倒来，恭恭敬敬卡伫门口啊，共这个小妾吴美莲哦汇报，这边赴任，范老爷倒来了，是小人，我亲目看见，吴美莲笑着，老爷倒来了，好，赶快备轿，三军去还府，是。哇，这个管不转哦，就按你亲自安排啊，和尚吴美莲去这个范女士迄搭，要团夫妻团聚。加一狗啊，甲范夫嘞，管不转唔嘛家己去禀告啦，先卡在桥边啊，请这个吴美莲哦落轿。吴美莲一到范夫嘞，欠一三卡回跳，将你坐入去。见范老爷也熬一下甜了哦，甲妈一声是哭啊，甲大细声，将个怎啊托人大母怎啊欺负，大母怎啊欺骗你哦，甲伊甲管不转迄处，怎啊玉洁冰清，怎啊为伊纠结，
一五一十，原原本本，口口啼啼，将伊一百个苦水啊，将烦恼爷哦，拢总拼拼出来。这个烦恼爷啊，一贯是爷宠爱这个小妾，啊，五米人想说，烦恼爷听了伊会跩话哦，一定会啥呢？一定会大受气啊！伊骂这个大母不贤啊！那在这个范大人一直坐了太师高椅的，那不注意分车，那听这个小妾五米人在咧哭诉，一边那听一边冷笑。这个范老爷原本声势是也宠爱五氏这个米妾，不过当伊听到五氏那哭那倒，怎啊也过亲切啊？这个烦恼爷今仔对王氏的态度，好像有淡薄啊反常。烦恼爷是毋是高铁令，才无对王氏表露温柔，也是有别人原因呢？代志到底会怎啊？咱阁关注落去。阿五米人想说。范大人踮伫这个大厅咧，是高兴奋，唔敢哦，三坑表露伊的温柔，就头拍拍，目睭落落的，安房咧就要挖入去。只听范大人发一声：“出来！你赶我出去！”吴美莲想说，听等你较着一大惊，先卡了哟。范大人大声个发一声：“出去！”吴美莲即阵哦，就听清楚了。老爷是在叫我出去了，啊！这个五米你就问咯，说老爷，你叫妾身出去，要出去倒落啊？范老爷就说，你按倒落来，就原按倒落去。五米你想说，老爷是在不相信你，就说咯，说老爷，妾身所言有这个官不转作证。范老爷就说。官不转，现在何处啊？我明天说，官不转就在门外，就在听候。老爷烦恼说，将官不转叫来来。官不转哦，一日下来，靠多关节断三年呐、啊。历届记得这个烦恼爷哦，那个八家婆天天的病嘞，准备要接受审判。少年叫见老爷啊。哦你就是官不转，是，正是少年。你将我死，让我撵倒去。官不转，听了我头壳的疼。说老爷开玩，老爷开玩，少年唔敢少年，少年我去抓着尊夫人呐、啊。这个完全是一场误会。人说杀敌哦，我唔是钓鱼哥。如今元武配元帅，平安总无带，求老爷，你帮少年一条生路。这个范大人听了哦，先收起啦，嘿嘿，你将这个恶事，原讲我送到了我这个凡夫，分明你是要来下拜本老爷，要来损坏本老爷的官声甲体面啊！少年唔敢，少年唔敢，范大人啊，少年我真真唔是这个意思啊！这个管不转哦，欠债哦，叫完弄了。范大人说，你气不稳。覆水既倾，亦难收。你竟然将这个恶事带入门，岂能再倒退等？真正是岂有此理啊！啊，那个小妾，那个恶迷人哦，就说：“说老爷，你唔通看见这个官不转，恶行歪过路走啊！其实伊是一个好人啊，伊并无对妾身怎啊无礼啊！妾身我可以对天就转。”范大人说：“伊是什么人？伊是好人啊！好，既然是好人，你真好，对去。小妾说老爷，妾身我情愿推老爷，你救这伊。我是凡界人，是我是凡界鬼，不得了，我都唔去。也这个范大人哦，冷笑一声，救这伊，等吹，你哪是要救这伊？”你哪会答应要嫁托迄个葛菊莲啊？啊，你哪嫁托葛菊莲？今仔日
哪会愿阁倒来食回头草啊？啊，五味莲这个时阵哦，才明白了，这个真正是老爷避免又阁变心的关键。依托这个范大人哦，一句煞揭穿，啊，任你看你偌敖说话，偌敖背，偌敖回应，通通都无招。啊，管不转呢，管不转这个时阵哦。都动静这个五迷人呀，都来坑这个范大人咯。说老爷，你是下做官，你就越擦你啊，千错万错都是少年一人的错。求老爷你唔通阁受气，将尊夫人原老嘞，帮少年转去好算。这个范大人咯，都将你转落去，哼，人是你错去，啊，那唔你原领去，要叫啥领去？来啊！官不转，即阵惊一后，险险险闪溜了。这个慢，青天老爷，少年家师哪是哦？哪家己先吹破的？还大人说，不必多言，出去，通通讲话，出去。说了，安太师高一点，爬起来，手骨一后，背离摇二前，行入去，也怀家丁河来到的吕龙寺后啊。将这个官不转拖咧，啊，将这个小妾五美人切咧，就安尼刷干刷出去反夫啊，将大门砰，整个关咧，冤枉啊，确确实实哦，是冤枉俩，啊，大家知嘛？啊，祖母这个小妾五美人冤夹倒去哦，啊，你也未好笑哦，我若将这个小妾五美人冤夹倒去，啊，唔拄亲像那孝敬太祖吗？就奉承了一世人，啊！我哦，唔像是了一条山路哦，来头壳咧白，管不转，即阵是个快快抗，这个五迷人啊，即阵将家己也主动的，真的去迄个叫的，这何事？何声何少是官人啊？你也搁伫咧等啥？咱倒来去哦，管不转一听。哇！个卡鬼鸡扔落去，连那些遵命，管不转，只卡扣着一路啊！隔三年了后了，这个五美人哦，刚管不转，生了一男个一女，未晓叫偌贴，大家都俄罗斯是一对金童个玉女，啊，人人都解释这个管不转啊，吸死人，佮有阴福。带着水母，搁得到好家好查某啊！其实啊，万行都是天注定。甲什么人食暗的哦？你是未早未闪的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仔一块米丘银莲哦，两共四集，刚刚这条哦就全部了了。再见。